有挑战，完成了所指定的疯狂任务。若能顺利完成，就能获得奖励。完全预料带我们干什么呢？哎，该不会又是什么恐怖的训练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没有。上次看到那一集是干嘛？爬山腰那个战斗营啊，战斗营。哇，那个太夸张了，很累，真的。超光看到我就觉得很可怕。这一次呢，他对我们非常好，是哦，请我们吃回转寿司。哇，回转寿司啊，没有错。那我觉得有点纳闷，就是别人都这么累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？当然不会有这么好康的事发生。完全乐不要脸小组只要出动，哪有可能那么简单只请你们吃寿司。 Special 任务，在回转寿司台上，从蓝色立牌起点到红色立牌终点的范围内不限时，只要吃完100盘寿司就可以得到 MV 60秒播出时间。不足100盘寿司， MV 播出时间即依序开始倒扣，60到80盘是30秒，40到60盘则是20秒，30到40盘就只剩10秒，要是连30盘都不到就失去播放 MV 的资格啦。第一盘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 ，OK。快点，快点。25盘有没有觉得一个需要20盘很简单？好吃，很简单哈。哇，还寿司，这感觉挺好吃的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进，快点。哎，你们离终点好像已经有点越来越近了哦。海苔寿司。又是海苔寿司，又是海苔寿司。快点哦，已经三盘了，快速了。刚刚我才在看我一件都很好吃，我现在开始觉得还好，我真的觉得我要发遗嘱了。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吃不下去。哎，40盘了，最低要40盘，快点。你不会很快就out了吧？快点啊！失败了，这样很那个哦。太难了，我真的有难度哎。哎，剥虾，旁边你在聊，你在聊起来，聊起来，海产店在聊哎，在海产店，你们到海产店来聊。吃虾就好开心哦，吃的太。哎，不要放面，我们来模仿一下吃虾子。哎，先小肚子啊。冰糖，我觉得你们过太熟悉了，这样不行。对。Special 是以为来到海产店了吗？竟然还有时间给我细嚼慢咽，边吃边聊。现在你们还能嬉皮笑脸，等一下就怕你们笑不出来。要不要不要不要？刚刚服务员对你们不好，我们那个现在帮你请的一位就是，他是那个。现场红就要付出点代价，哪有那么好的通告请你们吃高级寿司呢？不要脸小组派出恶魔师傅，将为 Special 准备一连串的地狱美食，让你们好好的尝一尝。香蕉啊，香蕉啊！看蛋卷吃掉就可以吃香蕉，就是闻一下那个味。赶快吃！20几盘而已，假的啊！感觉是100盘的。现在不知不觉间，地狱师傅又上了一道。吃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台湾道地。台湾道地。好，真的拿。哎，先拿下来，先拿。拿。拿。哎，不是，下一根橘子。这也不会。是一颗橘子。啊，听得到，这橘子大是大力。没错。对不对？怎么有一种 A B C 的？好乖哦。太乖了吧，故意的哦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好大哥，这根本就是一种屁上的香蕉吧？你停下来，你嘴巴，你没在吃东西，你嘴巴里那些东西好不好？哦，现在全部都你。在这种饱的时候来个有吃的。我记得你最爱吃炸鸡配可乐，他真的哥。他最爱吃鸡腿跟可乐。看来地狱美食已经开始让 Special 起了内讧，不过不要脸小组的铁石心肠是不会心软的，而恶魔师傅的地狱美食当然也不止这样。真的辣椒，不止下面的。哎，我拿着我要吃哦，不是吧？过年了，那时间是吵架环境。怎么处理呀？林杰，这林杰是红色，我是绿色的。干嘛拿出来？帅，帅，变帅。好了，给你吃，好，给你吃辣椒点。水啊，有没有水啊？有，慢慢慢慢那边。可能是烫的，辣的是烫的，又是怎样啊？没有很烫，没有很烫。蛮烫的。
到底了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什么？中间那一根是什么？哇塞比！怎么样？好吃哦！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感动，你看，好吃到都流眼泪。小当家也不过就这样演嘛，趁机讲一句感性的话，快说，快说，美味。其实出道这么久以来，好感动的父母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帮你吃，帮你吃。这很辣，哎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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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没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师傅又贴心送上饮料来了。我已经正在喝了。我看它上面写苦茶之家。哎呀！哇！天天太累了吧？怎么了？有面吗？那你快一点啊！有面呢，卖了一碗呢。大家一起吃，大家一起吃。哦，那什么东西又干又大了？天哪！好地瓜，你那么吃面？好地瓜吗？天般的享受过后 ，Special 最终还是惨败在恶魔师傅的手下，完成46盘寿司，只能得到10秒 MV 的播出机会啦。好了，10秒结束，很遗憾你们连脸都看不见。各位演艺圈的新人们，你比他们还不要脸，还想红，还想要好好宣传吗？完全乐全新单元要红不要脸，等你来挑战。完全乐草原星独家报道。